时序入秋，瑞穗文旦柚趋近成熟之际，农会在十二日上午特别召开文旦柚产销班长的联系汇报，除了说明今年文旦产销的政策，那么备受农民关注的文旦柚评鉴比缴交的箱数方式以及评比标准等，都在会中讨论交换意见之后，也达成了初步共识。赶在文旦柚采收前，瑞穗乡农会十八位文旦柚产销班班长或干部全数出席农会上午所召开的联席汇报。大家都很辛苦，想得到一个认证，啊，第二点就算崇拜我也甘愿啊，那为什么没有啊？啊，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在明年度做一个修正。那今年的比赛规则啊，那原则上还是比照去年的方式来办理。除了了解农政单位今年度文旦柚产销政策，针对幼农众所瞩目的文旦柚评鉴比赛，包括缴交箱数、作业方式以及评比标准等等，会中交换意见，热烈讨论。是用我爸的名字啊，他金牌。今年对于文旦柚，应该也有信心啊。看扮演的意愿呢，因为这个时间不很长哦。好像还是大家蛮紧张的了。是否参赛，农民各有考量。不过农会也仍鼓励农民踊跃报名参赛，彼此切磋交流，提升瑞穗乡文旦柚整体的品质水准。比赛的日期是在9月7号。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文旦的这个生长情形都已经逐渐的成熟。那果品看起来，也非常的这个漂亮哈，品质也相当的不错。那我们希望这个所有的农友哈都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文旦柚的一个评鉴，那跟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果农来做一个交流，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文旦柚农哈都能够得到一个好成绩，在这个销售上有帮助。今年天候适宜，文旦柚品质产量都超乎水准之上，农会以及文旦柚农也借由文旦柚评鉴比赛的办理，为今年文旦柚的品质安全把关，让消费大众都能品尝超优质的文旦柚。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